现在出手是快的。 勾对角，再下压，好球，漂亮，漂亮，这球救的太不容易了。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我们看陈龙，我们说了，因为他身高臂长，对于整个场地两个边线的看管，他是非常严的。这个对角线也是为了让你中卫没办法衔接，对，直线球，这一下也是难度太大，嗯，快速的正手勾了一个对角。 发一个后场球，胯下，还有扑，漂亮漂亮，轻打这一分。李宗伟胯下这球打的已经很漂亮了啊。 进攻是进攻，对，是还是要打得更加积极主动一点啊。
突击，投对角，好球，还有机会。这是一个高质量的网前球啊，所以呢，逼迫李宗伟呢，这个挑球呢，挑了一个半场球，我们看也是滚网而过。今天两个人在网前小球上确实是啊，都是打出了很高的水准，对，搓了很多。地板阵，地板阵，地板阵。来了。好球！刚才李宗伟也是认为李丹这个球救不过来了。哎呀，好球！难以置信的一个救球，而且非常被动啊！这个球回过来的，可以说反被动为主动啊！哇，林丹，这是一个起死回生，在悬崖边上，生生的又爬上来了。对对对。
就像李宗伟在悬崖上跟他决斗，一拳把他打下去了、嗯、对，最后一只手抓着这个悬崖边，居然用两个手指头的力量他就上来了。我们看一下慢镜头，这是最后得分的一球、啊、这应该是那个救球，用高速摄像机拍到这么低这么靠后的击球点，这种球这个动作让我想起费德勒，有的时候网球里头他会出来、嗯、但是羽毛球你这种带切你再把力量打上去就很难了、嗯、对，速度很快，劈杀，哇，滑板的一个吊球啊，这个球假动作很逼真，反拍过度，反拍弹对方底线，再放网，好球啊！啊，这球我们看李宗伟也是，就是他抓到了林丹的这一拍球啊，连贯的非常快。上来马上啊，回放，因为这个点很被动，嗯，对方放网，周围攻得很凶，对，第二次杀上网越起杀，保持主动，运气球。这个球李宗伟也是一个带停顿的，很明显。然后李宗伟一推成龙的两边后底线，就等着成龙的过渡球。对，基本上我们看就是他推完，他就站在前面了。对，就站在那儿了，而且都是站直线，站直线。所以成龙过渡的时候一定要。
该在用什么打法来打，这点很重要，因为场馆一样会有风。界外，这样的话21-13啊，李宗伟呢是胜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大比分战胜了中国队的陈龙，获得了201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我们向李宗伟表示祝贺。送给李宗伟，送给陈龙。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说，通过这场球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李宗伟、林丹、陈龙是今年奥运会羽毛球项目男子单打夺冠的最大热门。也可以看到李宗伟在这一段时间的针对性。我们林丹和陈龙呢，也可以更有针对的去进行分解，然后准备里约奥运会。对，因为我觉得亚锦赛呢毕竟是一个前哨战，那么最终的决赛最重要的舞台是今年的里约奥运会男子单打的决赛。我们也希望这三位球员啊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准，能够避免伤病，在里约奥运会上拿奥运会拿这个世界冠军最多的男选手。亚锦就是怎么追也追不上了，自己还是打主动的打下午。虽然比分不好看，可是双方选手已经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给大家来欣赏。没错啊，应该说第一局和第二局双方都还是打出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和质量的啊。那第三局呢，第三局的开局没打好，对，没想到李宗伟会这么快。可第二局很明显李宗伟把，因为他也落后了，他想把体能留到第三局来拼全力以赴，所以林丹一下没对上，所以导致了现在比赛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的话呢，第36次啊邻里大战就以李宗伟的获胜而告终了。我们向李宗伟呢表示祝贺啊，他进入到了今年亚锦赛男单的决赛当中，决赛的对手呢将会是陈龙。陈龙
反拍过度。反拍弹对方底线，再放网。好球啊！啊，这球我们看李宗伟也是，就是他抓到了林丹的这一拍球啊，连贯的非常快。上来马上啊，回放。因为这个点很被动，对方放网，周围攻得很凶，对，第二次杀上网。越起杀，保持主动，运气球。这个球李宗伟也是一个带停顿的，很明显。然后李宗伟一推成龙的两边后底线，就等着成龙的，是要打得更加积极主动一点啊。下压突击。投对角，好球，还有机会。这是一个高质量的网前球啊，所以呢，逼迫李宗伟呢，这个挑球呢，挑了一个半场球，我们看也是滚网而过。今天两个人在网前小球上确实是啊，都是打出了很高的水准，对，搓了很多。来了，
好球。刚才李宗伟也是认为林丹这个球救不过来了。哎呀，好球，难以置信的一个救球，而且非常被动啊，这个球回过来的可以说反被动为主动啊。林丹这是一个起死回生，在悬崖边上生生的把他又爬上来了。对对对，就像李宗伟在悬崖上跟他决斗，一拳把他打下去了。对，最后一只手抓着这个悬崖边，居然用两个手指头的力量他就上来了。我们看一下慢镜头，这是最后得分的一球。这应该是那个救球，用高速摄像机拍到，这么低这么靠后的击球点，这种球这个动作让我想起费德勒，有的时候网球里头他会出来，但是羽毛球你这种带切，你再把力量打上去就很难了。对，速度很快。劈杀，哇，滑板的一个吊球啊，这个球假动作很逼真。我现在出手是快的，勾对角，再下压，好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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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漂亮！这球救得太不容易了，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我们看陈龙，我们说了，因为他身高臂长，对于整个场地两个边线的看管他是非常严的。这个对角线也是为了让李宗伟不没办法衔接，对，直线球。这一下也是难度太大，快速的正手勾了一个对角。发一个后场球，胯下，还有扑，漂亮漂亮，轻打这一分。李宗伟胯下这球打得已经很漂亮了啊。一定是进攻，
是